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脑科学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脑细胞的社交网络、神经连接的奥秘；二、大脑的时间机器、记忆与预测的交错；三、情绪的化学实验室、大脑中的快乐配方。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脑细胞的社交网络、神经连接的奥秘。 各位亲爱的网络游民、脑细胞爱好者以及偶尔迷路到这里的智慧生物，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大脑里那些不停歇的社交蝴蝶——脑细胞，或者更专业一点叫做神经元。这些小家伙构成了一个比你的社交媒体好友列表还要庞大的网络，而且告诉你，他们的社交活动可是二十四期不打烊的。首先，让我们来点基础知识。一个神经元，它有一个身体、细胞体，一根长长的尾巴、轴突和一堆像头发一样的触手。 树突，这些触手是用来接收其他神经元发来的讯息的，而那根尾巴则是用来传递讯息给其他神经元的。你可以想象，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接力赛，每个神经元都是一个接力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神经元是如何社交的。当一个神经元接收到讯息后，它会产生一个电信号，这个信号沿着轴突传递，最终到达轴突末梢。在这里，事情变得有趣了，轴突末梢会释放出化学物质。 我们称之为神经递质，这些神经递质就像是神经元之间的私信，它们跨过一个叫做突出的小空隙，被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接收。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比你试图在派对上找到可以充电的插座还要复杂。每个神经元可以和上千个其他神经元建立连接，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负责处理你的思想、情感、记忆，甚至是让你理解这段文字的能力。有趣的是，这个网络也是非常是硬性的。 就像你在社交媒体上跟据兴趣和活动添加或删除好友一样，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会跟据经验和学习而增强或削弱。这个过程被称为神经可塑性，它是学习和记忆的基础。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脑细胞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应用，每次你学习新事物，你的神经元就会发布一条状态更新，刚刚和一千个新朋友建立了连接，感觉棒极了。或者当你忘记某人的名字时，那是因为某个神经元发了一条。 嘿，hey, 我们删除了那个不常用的连接，谁记得那是谁啊？总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繁忙的社交场所，每个神经元都在不停的发送和接收信息，就像是在一个无形的社交网络上不断的点赞、评论和分享。这个网络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至今仍在努力理解它的全部奥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 WiFi，没有数据限制，这是大自然打造的最古老、最高效的社交网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大脑的时间机器，记忆与预测的交错。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人类大脑这个奇妙的时间机器。是的，你没有听错，我们的大脑不仅仅是一个思考和决策的中心，它还能够穿梭于时间的长河，回顾过去，预测未来。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这正是我们大脑的日常工作。首先，让我们谈谈记忆。 记忆是大脑的回放功能，它让我们能够重新体验过去的事件。想想看，当你闻到一种特定的香味，是不是立刻就能回想起某个特别的时刻，比如说祖母的厨房？这就像是你的大脑按下了一个神奇的按钮，把你带回了那个温馨的下午。但记忆并不总是像老式录影机那样精准，有时候它会加入一些创意，让你记得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还要精彩，或者，嗯，有时候也会更糟糕。现在，让我们转到预测。 大脑的预测功能就像是一个内建的占卜师，它基于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你在街上走路，看到一个足球滚向你，你的大脑会迅速计算球的轨迹，让你做出闪避或接球的动作。这不仅仅是反射，这是你的大脑在做出基于过去经验的预测。但有趣的是，记忆和预测在我们的大脑中是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楚自己是在回忆还是在预测。比如说， 当你在计划一场假期时，你可能会想象自己在海边的乐趣。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会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构建未来的场景。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在你的内心世界里演练过一遍了。当然，这个时间机器并不总是完美无缺，有时候记忆会出错，预测会失准，这就像是时间机器的小故障。你可能坚信自己记得某个事件的细节。 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你可能过于自信的预测了未来的某个结果，结果发现现实并不遵循你的剧本。总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间机器，它让我们能够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穿梭，即使有时候会有点小 bug，但这也正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不是吗？毕竟，如果一切都是那么的预测准确，那生活也就失去了惊喜。所以，下次当你的记忆或预测出了点差错，不妨笑一笑。 因为这正是我们作为人类的魅力所在。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情绪的化学实验室，大脑中的快乐配方。各位亲爱的学生、同好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个讲堂的幸运儿们，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迷人的主题——情绪的化学实验室，大脑中的快乐配方。这个主题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秘的魔法配方，但我保证，这里面没有任何黑魔法，只有纯粹的科学魔力。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大脑中的快乐小精灵们：多巴胺 （dopamine）、Dop amine, 血清素 （serotonin）、内啡肽 （endorphins） 和催产素 （oxytocin）。这些化学物质就像是大脑的小小化学家，负责调配我们的情绪反应。多巴胺这位快乐小精灵是个相当忙碌的家伙，他在我们达成目标、吃到美食，甚至是滑手机刷到暂时都会出现。他就像是大脑中的奖励系统经理，每当你做了些什么让他满意的事， 他就会给你发放一点点的快乐奖金。接着是血清素，这位快乐小精灵则是我们情绪稳定的守门员。当你感到自信、重要或者被社会认可时，血清素就会在你的大脑中踱步，让你感到满足和幸福。它就像是一位温暖的心理咨商，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心灵的拥抱。内啡肽，这位快乐小精灵则是我们的自然止痛药。当你运动、笑出来或者吃辣椒时，内啡肽就会跳出来说：“别担心。” 我来帮你忘掉痛苦，他就像是一位总是带住急救箱的医生，随时准备帮你缓解疼痛。最后是催产素，这位快乐小精灵是我们社交互动的加油站。当你拥抱朋友、亲吻爱人或者帮助他人时，催产素就会在你的大脑中开个派对。他就像是一位社交活动的策划者，总是鼓励你去和其他人建立深厚的联系。现在你可能会问，教授，我怎么才能让这些快乐小精灵在我的大脑中开趴呢？ 哦，这个问题好。首先，你得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充足的睡眠，还有别忘了，笑容是最好的快乐催化剂。此外，设定并达成小目标可以刺激多巴胺的释放，保持积极的人际关系和社交活动可以增加催产素的水平，而学会感恩和正念冥想则有助于提升血清素的浓度。当然，我们的大脑化学实验室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操作，有时候它会有点韧性。 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去释放这些化学物质，但不要担心，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和实践来慢慢调整它。最后，记住，快乐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们的大脑化学实验室会是我们的忠实伙伴，随时准备为我们调配出最美妙的快乐配方。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探索并享受这个奇妙的化学旅程吧。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大脑中脑细胞的社交网络、时间机器和快乐配方。我们学到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如何建立，神经递质是如何在这个网络中传递的，以及神经可塑性如何影响我们的学习和记忆。我们也了解到大脑是如何回放记忆和预测未来的，以及这两者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最后，我们一起探索了多巴胺、血清素。 内啡肽和催产素这些快乐小精灵，以及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社交活动来增加他们的水平。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如此奇妙和神秘的地方，仍然有很多我们需要去探索和理解的地方。但正是这种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我鼓励大家继续保持好奇心，探索自己的大脑和情绪世界，并与我们分享你们的发现和想法。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对于这些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快乐？请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